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旗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92集的节目。有一位观众朋友小李呢，经常呢在我的节目里头呢提供大家他的改造作品。那这一次的话呢，由于12月4号 Monster Hunter 电影要上映了，然后我查了一下，两岸呢都是在同一天上映的。我是那一天上班的，可能没有办法当天就去冲啊，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观看，但是我个人期待度还是比较高，而且我的包容度应该会很高啊。可能有人就觉得说呢，这个米拉乔拉维奇呢，他们夫妻俩又要毁一个神作啊。其实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他们的这个恶灵古堡系列，就生化危机系列呢，其实我觉得拍的还是可以啊，特别是最后一集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啦啊。因为呢在最后一集的话呢，他们真的是把这个 Biohazard 系列的那个从无到有呢，然后就是一个主角呢从无到有，然后开始进行探索的那个元素呢，是确实是有表现出来的啊。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们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么他们这一次要拍这个魔物猎人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高兴，真的是很高兴。那我的好朋友小李呢，他知道我非常喜欢魔物猎人，虽然说呢我只玩到边境，我就退坑了，我就退休的猎人，但我还是经常的呢会在网络上呢去看一些狩猎啊对战的这个影片了啊。那所以说是新的怪物呢也都略有耳闻，但不管怎么样呢，还是亲手猎杀过的这些boss 们呢会比较有感情。那前一阵子的话呢，因为我有跟就是发了一个动态，就我买了水龙的这个扭蛋啊，那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boss 了啊。那小李的话呢，就自告奋勇的呢，愿意呢提供他的一个时间来帮我改造一款由变形金刚呢，可以变形成魔物猎人里头boss 的变形金刚。那这一款的话呢，它就是用了变形金刚第四集还有第五集都有出现的这个翼龙的模具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修改啊。讲简单是看上去简单，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手艺活在里头的。首先的话呢，是它的一个头部呢用的是领袖之证 Beast Hunters 里头的一个叫做冰风暴的那个冰龙的头去做一个改变的。侧边的话呢，还加上了这个水龙的这个鱼鳍，这个侧边上面都有，以下上有一个背鳍啊，这个背鳍的话是只要那能力体力值消耗到一定程度就会被破坏掉的啊。那后面的话，它都用一条这个特殊的这个绳索呢作为一个尾巴。那尾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里头有包铁丝，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能力，完全是可以的。那这个在水龙状态下的话呢，就自由的去做一个摆设吧。这个翅膀的话呢，就变成了这个卡诺托托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算是胸鳍吧啊。那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水龙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又像鱼，又有大翅膀，又有脚，那你不是陆海空三栖的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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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其实也就是跟这个翼龙的一个变形是完全一样的啦。这个的话呢，就转到后方去，腿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不对，我们应该先展示一下他在这个路上作战的一个形态啊，差点真的给他 pass 过去了啊。这个水龙也是可以在水地上作战的，而且在地上的时间可能还多一点啊。好，这个那因为水龙的话呢，它的一个身形呢体型非常的长，而且它通常在地面上呢都是做一个水柱喷水柱的一个攻击啊，所以它这个头通常都是这样的往下面这样子。OK。那由于这个背鳍在胸鳍呢是非常的巨大了啊，非常的巨大，但是呢对于它的一个重量的分配来讲的话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不对？而且这个水龙就是一整个就是巨大，简单讲就是一个巨大。嗯哼，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地面上的一个形态，我个人呢还蛮喜欢的。它配色的话呢也是有自己做一些干扫啊，当然就这个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于，从这个配色来看应该是比较接近于原生种了啊。这个是原生种的一个配色，然后这个是翠水龙的配色，所以它应该是比较接近于原生种。那它的变形的话呢，就直接给各位做个示范了。手臂的话呢，从这个背鳍上面去解放下来，然后呢这个背后的这个龙的这个头啊，直接的我的话直接往后面背而已。它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隐藏的一个设计，并没有啊，这样子稍微转个180度就直接的
把这个龙图给到后面去了。以及呢，在鱼鳍下的这个背鳍啊，在人形下的话呢，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累赘。那这变成说呢，我们平常呢，在这个扫射这个模具下，正常的一个翅膀的收纳呢，将会不适用于这个人物，但是影响也不大。反正是一个自己改造的作品了啊，就我们就用一个啊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收纳方式啊，可能会更加的好玩。那这个尾巴的话呢，就完全是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第三条腿，完全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支架。然后这个头部的话呢，再把它给翻出来啊，这样子翻出来。那这个龙头就是只能够完全就是背在后面了啊，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收纳的方式，手臂胳膊呢往下放。那我个人的习惯呢，是把这个翅膀的话呢，是人形下是把它往外侧去放，这样子，往外侧去放，好，这样子，它是我觉得最帅的一个放法，就把这个翅膀的话等于是放到最大了啊，那背后造型就是这样。那它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种什么鱼类啊，就是反正翅膀就长得很大。那原本附带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拿在手上，甚至你也可以平常可以收在这个侧边，完全是没有问题。这个部分的变动呢就不大了啊。那可动度的话呢就也不用多提了。这个玩具的话呢本身就是一个稍微小型的改造的魔改品。这个叫做什么水龙骑士吗？帅不帅？我个人还觉得挺帅的啊。那也算是呢就是同时呢致敬到两个我很喜欢的元素， Monster Hunter 还有 Transformers。 那就谢谢小李呢这一次呢又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改造作品啊。这个电影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去看了啊。那批评的话呢，你们就到时候不要讲太快啊，因为我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去看，千万不要跟我爆雷，我要自己去看啊。对，应该是好希望赶快去看。而且他好像有一个纪念币可以换，但是我还没有空，一直没有空去电影院啊。有点迫不及待了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哦，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